家里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我就把孩子送到杂妈那去了。为什么？今天我们结婚5周年，你忘了？你今天不是景大妈，就是我老婆小公主，我们一起过个9个刀人之夜吧。老婆，跟我来。这不是你之前给我买过的貂吗？当然就是了。你好，我之前在你们店里买过一枚貂钻戒，今天带我女朋友过来，想做个钻石升级。升级？你之前怎么没说？好的，先生女士，请跟我来。原来这就是你刚刚一直不说的戒指啊！他藏的还挺深，要不给你升几个大克拉的吧？多少克拉都无所谓啊！你已经把男生一辈子只能送一人的 DR 戴在我手上，有你这份真心和诚意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就帮我们做个大克拉升级，我的老婆必须出。马哥，这边那个先生确认一下，我们 DR 是一生只能送一枚的，所以需要核验本人身份证信息和绑定女士信息哦。验吧，我的 DR 就属于他。谢谢老公。第一次送你貂，是想给你一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钻戒，告诉你，你就是我的唯一真爱。这一次为你升级貂，是想让你知道，无论我们在一起多久，它都代表我这辈子非你莫属的坚定，你永远是我的偏爱和例外。你也是我这辈子最坚定的选择。被你打扮的这么好看呀，像个小仙女。因为今天我要去取你爸给我订的大钻戒。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那我们过来陪着见。好的，先生女士，随便请坐。先生，这是您为女士升级的貂钻戒，貂愿为你们的爱升级加分，也愿做你们相爱一辈子的见证。老婆，这枚貂一生只送一人，你用一生爱一人，这辈子和你相夫到老是我最大的心愿。谢谢你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的一切，愿意一直做我的貂女孩吗？我当然愿意啊。我们就别再分离。爸爸也爱妈妈了吧？可以给我戴上吗？这个是专属妈妈的，以后你也会有一枚属于你自己的。真的吗？当然啦。